彰化县长魏明谷29日前往市公所拜访彰化市长邱建富，期望县市携手合作，为彰化带来更多建设。彰化市啊，永远都是彰化县的火车头，所以建设彰化市啊，这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事情。毕竟啊，彰化市还是彰化县人口最多的地方哦，所以啊，我们彰化县政府跟彰化市公所建立这么好的一个紧密的合作的伙伴关系，好，我们一起来把彰化县把它来做好。魏县长与现场来宾一同祝贺邱市长生日快乐，现场气氛融洽。这个愿望哦，啊，希望团结合作，啊，咱彰化市会当啊，更加大的进步吼，啊，符合咱的市民期待。县市合作，彰化大进步，不只是魏县长与邱市长的期许，更是彰化县民殷切的期盼。希望借由县市合作的紧密伙伴关系，一起打造幸福宜居的彰化县。公益频道许维珍彰化采访报道。